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葡萄做的鱼木鸭大力。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这里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嘴嘴呀，卡哥。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最有颜值担当的游戏说卡哥。好了，欢迎收看咱们的恐怖惊魂100天。有没有看到右边那个家伙？右边很嚣张。哦哦哦，我看到了，有那个东西，像鹿一样的东西，看没有？上吧，大力，上一条，上啊！我们加油，我先上。我们在这里掩护你，爆米花给我准备好。然后昨天我来了，然后昨天那个，咱们昨天那一期发生了一个特别奇妙的事情，下回知道吗？我们不是沿着这个岛，完了，这个岛又来了，完了。继续说，继续说呀！处于恐慌状态。看了，我要走到水里，走水里，水里他们比较慢，我们比较好打。我记住，我啊啊，快过来！你还有位置吗？那个地方？你们过来了吗？有啊，我在这里。啊，我在这里，我还在这里。来。昨天晚上走着，呸，昨天那期视频的晚上，咱们不是那个沿着这个岛一直转，一直插火把。是啊，你看这边插满了一条。然后这一边，对啊，走到这个位置，偏偏右边这边，我们就没插火把，结果就在这里找到仙人掌。偏偏没往这边走，而偏偏刷到这个地方。这个东西，有时候缘分就是这么妙不可言。不是，为什么不是我们的东西？为什么我会被他们拉来拉去的？不知道，而且这里怎么大白天突然间就有这么多怪，拉了这么多仇恨了？不知道啊。要不我们把那几个干的整，把那几个仙人掌整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把那脊柱要那个要解决。哦，就那个柱子是不是？对，去砍吧，我去砍吧。哇，就是这个哦，它会召唤这个东西引来的怪物吗？像是粑粑一样的，把这方块也撸掉，不然的话会感染的。哇、哦！啊！感觉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有毒的，这个世界就没有安全的地方。你们过来了吗？我们在这里啊，然后看到你的两个尸体，你的变异体是最多的。先把仙人掌收集了，今天应该是咱们差不多要经历第二个血液了。我是算下来也差不多了，是的，白天给弄，要么就是今天晚上。我估计是仙人掌，咱们要不要再动一点啊？仙人掌够了。够了，那咱们先赶紧溜吧。这个家伙那只大的不处理一下吗？不解决他吗？射手，大的，卡哥射手，看，好吧，我来。射手，我没有远程武器了。哇！哎，完蛋，秒杀的，一下就秒杀。我们的铁炮如此的脆弱，如此的妙不可言。要远程，近战打不过他。哎呦，我受不了了。我没重生。啊！快走。不、哦，越打越多了，全是我们的尸体。越打越多了，全是我们的遗体。哎，我攻到水下面，他在水里也动作这么快。哇！我的建议就是算了吧。靠死了！打不赢，我打不赢，我们还跑不赢吗？快走！走了！哎呦，做出枪再说。我不要。把枪弄出来再说。我先溜了。我沉在水底的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快走！走，咱们潜水过去。仙人掌还没撸掉吗？我没有氧气了。撸掉，那就回去了呀。快走！我这里安全的。哎呦！你那里安全的？哦，现在不安全了。什么东西？现在不安全了。从你那边跳过去了。哎，我的天，阴魂不散呐！快走！末影人死了，这个，卡哥那里是不是安全的？我是安全的。
好，我来找你了。你不理一个人，仇恨都在那一边。快过来，木鱼。木鱼是丢，木鱼是丢，螺丝机丢，木鱼是丢雷老母。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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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。我们这里安全了，安全了，安全了。安全在水中心那个位置。快快快快快快，来我这，我上岸了。我看到你了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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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干不赢，干不赢，衣服又碎了。往这边走，这边走。我衣服都碎完了，我才发现。那个东西打的也太疼了。我这套秒杀。我这套装备还好，耐久挺高的。嗯，主要是看防御力怎么样，耐久我觉得是另一回事。防御跟钻套一样，但在他钻套一样的，在他面前也是，也是一下秒吗？对，是 Musa。哎，往前看到建筑了，快来、啊、快来，好走着走着就哦，这里哦，这里也有仙人掌，撸掉。哦，刷过楼，这刷什么的？这怎么刷过楼？哇，这什么？这是一个矿井吗？这也是怪物的，我撸掉吧。我是那个掘墓者，我撸掉，我撸掉。怎么没把你给打下去啊？打是打下来了，人也摔死了，何必呢？你刚刚可以不重生的，我们可以 TP 你的。腻了吗？哦，是火，大嘴再来一次，你看啊！不要重生，不要重生。TP 我。啊，我下来了。哎，哇，为什么我还摔了一下？好，哦，刚好，每个人三个人轮流接班，一个死下来。哇，你看这里，这里还掉这个尸体，什么东西？这个矿井啊，这个发光的什么东西？哇，哦，这刷过龙，什么东西啊？身上有稿子，录一下。突变巨人僵尸，突变僵尸，突变体，又是他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录。有突破者在跟他们打架，上面有个箱子，还有铁。哦，生命窃取，烈焰棒。哎，啊！卡哥加油！用你那个方法。卡哥加油！我先开箱子。附魔术锋利五，还有十个钻石。我被干掉了 ，TP 我。啊？他那边那个箱子呢？去开开。嗯，好，等下我搭过去。哇，这里面这么黑的吗？这个家伙应该是过不来。在对面。他不是过不来，他上不来。仇恨在你身上还是在我身上？好像在我身上。在你身上，你过去了呀。下界合金套。啊？下界合金套。我靠！箱子面。木鱼，加油！哎呦，吼起来了。好了，先把干掉。用老战术吧，卡哥。先把它干掉。来打，越来越多了，越来越多了。哇！哎呦！不行，我的妈耶！我没有那个，我没有护甲的，很疼。等一下，我吃点东西。有护甲的也很疼，快没食物了。我再来。我一直在吃、啊、吃蘑菇堡。我顶不住了。回点血去。看看你怎么又扑街了！来、倒下、死了，再来。这里有下界倒下了，下界核心套先拿着穿着。哎，他为什么又锤我？啊！老夫换身衣服来搞死你！哦，哎，为什么？你们来了，跪下了，他跪下了。再继续打，我来砍盾。哇，一下要了我半条命。好了，等他起来。啊，我们回不去了，估计。我尼玛！我尼玛！又掉锤子了。大嘴，来衣服。啊？有马林金套。金套是我放进去的，我铁套也放进去吧。还有一个海甲海军夹克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好不好穿？击退抗性。看看，箱子翻完了。这个感觉没什么用啊，这海军夹克。
穿着嘛，带着嘛，不管他了。看这里面应该应该还有别的装备。下面看看。再逛一逛，哎，这边还有铁。来，凯哥，录下，我没稿子了。哎呦呦呦，哎没。好黑啊！哇！火把不够了，还有煤炭吗？煤炭，我这里还有一组。多做点火吧。做点火吧，做点火吧。我做点火，我做点火把给你们吧。嗯嗯嗯。OK， 哎，我来做。我这里有煤，做把稿子。继续往下走吧，我们。这个地方一定不简单。这里还有铁。来来，等火把了。嗯，大哥这一组，嗯，卡哥，到多少？没有路走了。那、啊、周围肯定有怪物呀，都没路了吗？没有路，感觉这个矿洞应该没那么简单。有路肯定有路，四周肯定有路。青金石，嗯，往哪边走？怎么？哇、哦，怎么这上面？这上面还有铁，卡哥。只能往上走了吧？来来来上去吗？下雨了、欸。要我们现在要回去吗？这旁边都没有路走了。就一个铁，大嘴这里。那我也不知道了。雷阵雨啊，雷路，我走上面。这上面有路，这上面有路鱼。好，我来了。这好像是个矿洞，矿坑的路。好像是对。是到这里没路了吗？还有路。我又外面打雷了。哦。哇，外面又在打雷，这雷打的心好慌啊。这么深的吗？还有路哎，又深又窄，嗯，又深又窄，又深又窄，又黑又深，又黑又深。我怀疑你们又深，搞颜色。而且这里好多水，哎呀，这里水特别多，黑又滑。来，我给他堵死，让他。你丢火把堵的吗？啊、有一件路况吗？有啊，没路了。是哪个件啊？没路了。路了，没路了，就是个普通矿洞。没路了，直接从这里上去。那怎么说？顶上去。诶？直接往上挖吗？不然呢？好吧。诶，好黑啊！好黑呀、啊！这里太黑暗了呀！我哎，哇！我突然发现原来我有稿子。什么东西在叫？什么东西哇！我就说什么东西在叫。没事，你那里是不是太黑了，一点光都没有？是啊，然后突然一只怪跟我对立。兄弟们，你们要上来吗？你在上面了吗？对啊，我死回来了呀。继续往这边走吧。干啥嘞？你干啥嘞？怎么还没到顶啊？应该快了吧？我咋感觉这是一个高山啊？我靠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还没到啊？下界合金刀还是没什么卵用，我感觉。哎，干什么、啊？你好啊！我现在是不是快快快擦火把，擦火把！现高度多少？哎，看到清楚了，就是错误的选择。哦，这里又是一个矿洞，高度78。啊哇靠！我这个变异体，他瞄到他穿身下界合金刀，砍都砍不动。你怎么自己被自己搞死了？我被自己的感染体搞死了。哦，啊！你不要过来 ！Nice， 又一个野生矿洞。哇，这里好深啊！看上去就好深哦。我知道你打什么、啊、打什么心思。
没事，卡哥来了。哇，我这画面待不下去。哪里啦？你们干嘛？这个洞好深。掉下去吗？嗯，好深，这个洞。丢火把下去，卡哥，卡哥丢火把下去。干嘛丢火把下去？你丢了。这个臭不要脸的一直用盾牌防御。你盯着我。他干啥？你们在干啥？哎啊！下去，下去一个。好，有人下去了。这个地方深吗？你告诉我。咱们要做枪。你看这下面这还不深吗？咱们要做枪械的话，要做枪械的话，要需要很多铁锭的。防不胜防啊！做枪需要很多铁锭。你们 TP 了吗？肯定啊，还需要火药。完了，我快没吃的了，拿块辣条来吃一下吧。阿烈，没路上面什么都没有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又回去了吗？啊！有这么简单的吗？你重生啊！你重生啊！哎，你这个重生点怎么在这边了？啊！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！我重生了呀！我这又是什么鬼呀、啊？嘴巴好大、啊！我也看到了啊！完蛋了！适应真邪兽，咱们家老王泛滥了呀！啊！我看一下，我操！你知道为什么我们？为什么呀？不告诉你们为什么，因为我之前搞了个萝卜钓鱼竿。我之前上期咱们录完之后，我挂机的时候，我一直拿着萝卜钓鱼竿，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，这边这个样子。你有毒吧？你怕死？哦，刚好没肉了嘛，兄弟们，熟肉熟肉熟肉，带着熟肉。来来来，熟肉了熟肉了。什么声音？哦，这个刀不行，不能用这个刀，卡个收。我这个刀收不下来的这个肉。为啥？我这个刀收不下。哎，你这个刀也收不下肉。哦，对，收不下肉呀！我靠，白杀这么多。嗯。木鱼，没打我哦，普通壮士剑。我来。谁打我？谁打我？另一家，另一老王。另一组。哎呀！哎，不会掉肉了。哎，为什么呀？这不掉肉了呀？我拿壮士剑。前面有。是不是跟石？前面有普通的。我有壮士剑呀，我再试一下。嗯、你再出看看外面的试试。也不掉呀。是不是跟石剑有关系啊？随着咱们，随着咱们待在岛上的天数，嗯、完犊子了，真的都不掉肉了，那我们得吃什么呀？先处于难道我们？难道我们剩下的时间都得啃蘑菇了吗？都得吃蘑菇堡了吗？把武器箱做出来了，咱们可以做 AK， 铁加原木十个。哎呦，这什么？然后这边子弹。哎，谁看我？嗯，你干啥？我去砍点树。我不知道啊，手上有个什么？手持石造成饥饿。哦，来鱼，这个给你。就那个就是我丢给你的呀，我不要，就是我丢给你的。你的饥饿套神器，拿到手上它就会肚子饿。你肚子饿了，你就可以砍人了。伤害太低了。不，你拿到手上先把这个保持度减下来嘛，减下来之后就可以可以换别的武器上了。我的枪，谁把我的枪捡走了？来，我身上，来你的 AK47，去砍原木。不是他这个材料合成材料，它是需要什么东西？那旁边那个绿色的那一坨像年糕一样的是什么东西？嗯、这是弹药。那个叫什么玻璃吧？那个像年糕一样的是什么物资吗？哎 ，M14 的自动步枪弹药，完了，我做错了。是那个叫做什么纤维玻璃？哦，玻璃纤维。它没写名字啊。要那个什么混凝土沙子，要挖混凝土沙子来烧。它是什么材料？什么材料？不知道啊，它就叫混凝土沙子。不是我。就是那个一坨像年糕一样的那个淡绿色的。哦，它要粘土加沙子就能合成了，粘土加沙子。大力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对。粘土加沙子。
做把散弹枪算了。粘土加沙子，他说弹药是需要火药，啊，这材料好难弄啊，这材料。火药主要是火药，感觉太难弄了。火药对，就火药，火药太那个。我之前背包里面的火药都是在箱子里面开到的。我身上还没有火药哎，铁子们。我身上也没有火药。我已经把 AK 做出来了。他是你有子弹吗？有。人家真做出来子弹了。然后这有粘液球，火药，有个 M14 自动步枪弹药。火药咱们得去找苦力怕。哎，前面有个东西，我刚好拿它试枪。拿枪不能拿盾牌的。我盾牌。哦，来来，让我爽爽，让我爽爽。你耍个狗狗，你耍什么？为什么我还能落地过猛？你不是爽过了吗？来来来，你让我爽爽，让我爽爽，感受一下现代科技的力量。哦，你别浪费子弹。打中吗？本来火药就没多少。你干啥？我操！他超砍五千，这个人。打老王一枪能打四发子弹，四滴血。什么东西打我？我操！哦，我严重怀疑你在浪费我的子弹。你有几发子弹现在？来还给你，我现在这枪里面还有14发子弹。我刚刚还拿在箱子里面拿到一本那个生命窃取的附魔书，应该可以附到武器上。还可以附到你的 AK47 上面，边打边吸血啊！这里有这种功能？应该不行，没那么离谱吧？不可能有这么离谱，应该只能附在近战武器上面，要做一个铁针。哦，咱们在村庄那边不是看到有个铁针吗？没拿吗？好像有吧？那个附魔台，那个酿造台好像也没有拿。酿造台不是你们拿了吗？我没拿呀。来吧，卡哥，这个、给你。啊，什么东西？你的大剑伤害是最高的，生命窃取就可以吸血啊！大剑是双手武器，边打边吸血。大剑是双手武器，我不能拿盾了，那就。那有什么关系？都边吸血了，你还会掉血吗？来吧，咱们这期时间差不多了，就先结束了吧。OK， 好喽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条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